这爷们又开始作妖了，亏我还给他准备了好吃的。哎呀！大烧烤，今天吃火啊！嗯，大烧烤。哎呀，给我吃呗！今天各吃各的，你吃你的。在这个家，不知道你不知道。呵，谁拿不拿你的？拿过来！那你别后悔啊！后悔啥？快拿过来！那就这么说了啊，不许后悔啊！在我的人生之中，没有后悔两次的。那我吃了啊！你快吃吧，耽误事。哎，我先吃个香蕉垫着。一会你可别后悔。有海鲜大烧烤，谁还吃面条呢？啊，对对对。闻到这个味，我就坚持不住了。行了，这是啥？ 你要不吃你就不吃，你给我退回来，你敢来敢来啥呀？哎，不吃都不吃。嗯，吃辣的。我的鸡蛋，鸡蛋也给我吃完了。太过分了。今天食物了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们吃了空赔吗？越想越气人。要你管。看他吃的那么香，我都饿了。还是先喝点燕窝银耳豆浆粉吧。 我的，给我尝尝。谁叫你把鸡蛋都给我吃了，还挺好吃。给你，这他妈充气呢，自己不会充啊？还给我犟嘴。给你老公多补补，吃点好的应该。吃饱了没？哎呀，这老饱了。那我吃了啊。哎呀，你这都不吃。那你等一会儿不要跟我吵。 哎呀，什么都没有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你想啥呢？你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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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怎么米饭啊？里面有好吃的。他俩这是又想和起火，套路我。老公这也太草心了吧！哎呀，哎呀，老公这也太过分了。 嗯，哎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老弟，你去给妈妈倒点水，再拿一瓶辣酱啊。哦。哎呀。嗯。哎呀。嗯。熄火了，不着火。嗯。 这辣酱怎么样？好吃，来吧。嗯。
小英急个鸡蛋，把我。我喜欢吃鳗鱼。鸡蛋，先吃鸡蛋。生菜有啥好吃的呀？生菜不好吃。不好吃，我喜欢吃鳗鱼。鸡蛋，先吃鸡蛋。生菜有啥好吃的呀？我喜欢吃。今天我哪里也不去，可得把我的鸡腿给看住了。 好了，嗯，哎，哎。
哎，兄弟，快点吃吧！我都等着黄花菜都凉了。吃饱了，你还不吃？干啥呢？你管我！该忙晚上了。媳妇儿可算是吃饱了。